乔因为体质关系怀胎不易，历经一次人工受孕、两次试管失败、一次胎停，第五次终于成功怀孕。因为这一胎得来不易，她和老公小心翼翼保胎，直到七个月了才曝光。而且在这次怀孕期间，她还努力打针保胎，就是希望宝宝可以平安。原本想说可以自然产，但没想到直到落红前，宝宝依旧胎位不正。赵小乔也在四日晚间临时住院，十二小时都没进食，一早推进产房准备剖腹。历经一个多小时的生产，终于诞下可爱的小宝贝。经纪人也特别向大家告知好消息，表示目前母女平安，谢谢大家关心，真期待赵小乔赶快和大家分享宝宝照啊。